报院会今天进行个人质询财政组织质询，现在请曾明忠委员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好，谢谢主席，麻烦请苏院长。请苏院长。院长好，委员你好，你好。我们先来点轻松的。好，因为3月16号就要补选市席，立委，请问院长，依照你的评估，现在执政党的选情怎么样？四席里面有一席金门，我们已经没有提名了，所以已经少一席了。那其他三席形势相当困难，所以看起来民进党很努力。万一连三重都选输，那执政党里面会不会怪院长这段期间没有把执政党的气势拉起来？我很努力为民众做事。老实说，我现在很少时间可以去胡选。那这个选举的结果，如果真的对执政党不利，执政党更要谦卑检讨。那我当院长这57天来，真的认真在做事，也谢谢贵院支持，贵委员很多指教。我希望做好。至于院长怎么样做，这个任命我的总统自有评断。好，谢谢，我们就静待3月16号的投票。接着跟院长讨教了，今天的报纸头条几乎的是，蔡总统公布的为了反制一国两制，蔡总统提出4大纲领。基本上，我跟院长报告，我们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我们强烈反对一国两制，也坚持台湾的民主自由。请问院长，但是，就这个公布的7大纲领，今天的外界很多人认为说，执政党，尤其是蔡总统又在操作统独备选票，尤其他想借由操作统独两岸的争议拉高他的支持度，你对这样的看法你有没有评论？不是这样，这是因为1月2号习近平主席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中已经宣布启动92共识台湾方案，接下来他们两会正进行，整个台湾方案已经推动进行，基于中国要并吞台湾，所以总统特别召开国安会议，从7个面向要提出来种种不愿意台湾被中国并吞，不愿意被他终极统一，所以希望国人大家一起来守护主权，一起来守护我们能够自由民主生活最重要这一点。基本上您谈的大方向我赞成，我也强烈反对一国两制，坚持中华民国的自由民主。但是院长，我给你报告，是不是配选票拉高支持度，我们就让全民睁大眼睛来看。接着跟院长讨教个问题，院长，现在面临的整个国内的经济面临的4个问题，包括国际网络、经贸网络被边缘化，产业结构升级面临问题，人才外流非常的严重，长期低薪的问题。我要请教院长，尤其以你的执行力，院长，行政院到底要不要拼经济来解决低薪的问题？一定要。好，院长想拼经济，我也赞成。但是，我给你报告，您的财经团队太弱，也不认真。往下看，这个是我跟惠宏泰委员、跟赖世葆委员经过2个月的时间，仔细评估之后提出自由贸易经济特区的2.0的版本。那我给你报告，我的版本还在我手上，我还没有提出来。包括您坐在后面的苏部长，包括陈吉仲主委，包括国发会都在反对，也还没有看到内容。
我真的非常相信院长，以你的执行力，你一定愿意来拼经济。但是你的内阁阁员，第一个不用功，还没有看到内容呢，为反对而反对。比如说昨天部长在财委会提到了，他提到说对园区事业给予租税优惠，产生区内区外差别待遇，违背国际以外性租税竞争的规范。院长，我给你报，你就听就好，听他讲。假设这个成立，那现在科学园区、自由贸易港区、交通出口区进口从海外进口机器设备，免关税、免货物税、免营业税，区外没有啊，你这个不成立。第二个，部长讲，台商回台投资提供特别租税措施，一定注意洗钱与资口的问题。院长你也知道，行政院正在研拟台商资金回台优惠措施，问题这个更严重。为什么？这个是早期台商很多钱出去下回来，洗钱的问题更严重。第三个，苏部长又讲，全国设立后区海关人力有限，恐无法有效掌握货物的进出及控管货物流向。院长跟你报告，现在是科技的时代，不是用人在控管，现在用电子封条叫 RFID。 尤其在国民党时代，认为官路人力没有问题，换到苏部长人力有问题。再来，陈吉仲主委说设立特机会伤害台湾农业，尤其是高品的农业，他还没有看到内容。我的内容已经改了，要内销必须农业主管机关核准才可以内销，哪会伤害高品地区的农业啊？陈吉仲主委不认真，还没有看到条文呢，他就反对。最后一个，国安会副主委、政府主委说，推动这个东西会由MIC 的产品变成 MIT， 也就是从中国制造会变成台湾制造啊！他开什么玩笑？假设他的逻辑成立，他的逻辑成立，现在自由贸易港区就会成立。院长，真的，你很认真，也有执行力，但是你的内阁阁员呢、啊、不认真，为什么？我的版本呢、啊、还在我手上啊，拼命反对。我觉得，来往下看。我来报告，院长，我给你报告。你也知道，昨天的财委会啊，你旁边的部长讲，你要全面推动台湾的自由化。台湾没有这个能耐，一步走到自由化。院长，当然你的施政目标我看得很清楚，就是希望加入 CPTPP。加入 RCEP， 希望台湾的经贸不要被边缘化。那你没有办法一触可成，马上达成，你当然呢、啊，当然从示范区开始做啊。做完之后，希望由点到面，逐步推动台湾成为自由贸易岛，融入世界的经贸体系。我的提案几乎自由化、国际化，法规跟世界接轨。院长，从你的施政报告，从你的施政方针看得到，不瞒你说，我在正在落实你的施政方针。但是很可惜，你的阁员呢、啊、不认真，还没有看我的版本，强力反对。刚刚讲的那五点呢、啊，没有一点成立，没有一点成立，自打自己的嘴巴哎、欸。所以啊，院长，我的要求很简单呐、啊。我的版本出来之后，假设认为我的版本，老蒋，我们也不是为了韩市长。假设韩市长的政策可行，院长以你的高度，协助台湾的二十二县市一起来发展经济。院长，以你的执行力，历史留名。你的当院长不是为了为蔡英文来拼选票来浮选，我倒非常期盼院长朝野一起来努力，把台湾尤其低薪马解决掉。你尽了力，你来做，我们国民党来配合你做，
作为朝野和谐的最典型的方式，我们来拼经济。所以院长，我的版本，你不妨请你的部委首长静下心来，拿去好好看一看，再来研究。要改可以改，没有错，可以改，但是朝这个方向，不要没有看到版本，那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不骗你，那个是2003年马政府时代送到立法院来，我经过两个月解读了所有当时包括民进党全力反对的地方，我把它修过来，把它修了，也接受了绝大部分。绝大部分民进党的意见把它放进来，所以我要求很简单，我相信院长的执行力，我也相信院长希望把这个院长做好，最重要的是把台湾经济做好，尤其改善低薪。我的版本还没有递出去，我希望递出来之后大家一起来努力，做得到的地方能够把它落实。所以我的版本，你看我的这个推动自由经济特区的目的，希望由点到面，逐步推动台湾迈向经济自由岛，迈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院长，你的施政目标是这样子啊，所以我的要求很简单，公布之后能不能好好的研究可行的话，一起来努力，我就请教这个问题。好，谢谢委员指教。刚才委员讲拼经济，朝野一起来努力，我非常肯定委员的专业能力，我是认识而且很肯定的。那委员提出要一个拼经济的版本，我一定认真来看，同时要求部会一定对委员将来要提出，现在还没提出的版本认真来研究，对台湾好的绝对不分蓝绿，一起来拼经济。好，那我想部会所长在答复可能是就近日媒体所报道韩市长所提的，不是对贵委员的法案，因为贵这个曾委员法案还没提出来嘛，所以希望以曾委员的专业，您就台湾目前到底哪一些状况应该怎么改，或者怎么未来可行，如果委员提出来是非常对台湾好，我绝对会来大力支持推动。好，谢谢，也要贵院，好，也要大家一起来通过。好，谢谢，我希望配合院长的执行力一起来拼经济。对，接着往下看，拼经济不分蓝绿、啊、好，另外就是各界已经见识到院长有关洗钱的部分，银行的部分你把它解决了，50万以前多领个50万，领个10万非常的扰民，院长还亲自去看了，大家很感谢。但是院长，你看得到了解决了，还没有看到了还没有解决。我这个是您家当面给我澄清，会计师还有券商要求台湾法人基金会要提出捐款的前五名的捐款名单，还要人家讲说我捐款的来源，这个合理吗？台湾有4万多个财团法，你要人家提出前五名的捐款名单，还要讲说你捐款的资金来源。而且我跟你报告，这个财团法人其实不大。那我跟院长报告，尤其在目前选前的时候，你搞这干嘛？你搞这干嘛？你有什么特定政治目的？金管会、雇主会，你有什么政治目的？你现在拿去募款呢？还是要拿来以后清算的、啊。跟委员报告，我想绝对不会说是要拿去什么募款啊，做这些动作。我想不会，外界就这样解读，外界这样解读，尤其是选前到了，人家会以为你拿着这东西是不是要替蔡总统募款？跟委员报告，您这里讲说证券商要求财团法人基金会提出捐款前五名的捐款名单，证券商何以会要求？所谓的财团法人，因为他在券商下单投资，他现在不给他，还把人家的账户冻结，还把人家账户冻结。所以委员的意思应该是说，这个券商基于是他的客户，所以他在做一个 KYC 的一个动作。KYC 没人这样做，还要人家前五名的监管大名单
那不给。那另外跟委员请教，就是说会计师是这个财团法人基金会的会计师吗？没错，也就是会计师也要给法人聘请的会计师。没错，会计师也要。那会计师也应该是在就这个基金会本身在做一个查核的一些工作。没错，有必要吗？会计师也你管的。那我想这个两个部分，一个是做 KYC， 一个是会计师本于他的专业，他们在做这些事情，这个都不是出于金管会本身对于会计师或证券商没有错，但是你执行有问题，要求嘛，麻烦院长有空再去看看，再看看证券商还有产险。接着请吴秉睿委员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麻烦请行政院苏院长。请苏院长。哎，院长早。哎，委员你好。哎，根据统计哦，台湾的中小企业目前已经有超过143万家，占全体企业的97.多哈。就业人口数还占全国人数的78.多%，这个表示中小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及就业有重要贡献。不过中小企业因为规模小哈，有时候遇到风险会。被容易受到这个外界环境改变的这个变动，有很多中小企业主跟我反映哦，说他们在银行的这个融资哦并不容易啊。请问院长对这一点有没有了解？对于我们中小企业的这个放款的情形哦，公股银行现在执行的状况怎么样？这一点可不可以请院长说明？哎，谢谢吴委员的关心。中小企业确实，中小企业占台湾。整个比例非常的高，占全体企业的比例就97%，而对就业人口也占比非常的高，贡献非常的大。那我们银行对中小企业也多有照顾放款，不过以目前听起来，有很多中小企业里面的很小的企业，确实说他们贷款不易，那有些也贷不到钱等等，我觉得。相关部会可以对于主管银行或对于相关指派的董事长、总经理的考核，过去是以贷款金额来作为考核基准，可以来改变，用贷款加速，也就是真正鼓励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尤其是。越小越难贷到款，越应该给他们多支持，让他们更有机会、能力、资源来发展。所以我有拜托部会主管修改或就相关的考核办法，来鼓励银行从放款金额来做考评，增加就放款加速。来鼓励尽量放款给更多的中小企业，让中小企业从放款考核中来更容易得到银行这边给他们资源，也看出政府要肯定中小企业、照顾中小企业发展的用心，希望很短时间就可以看到很高的成效。谢谢委员关心。这一点要提醒哦，因为现在台湾所有的银行几乎都是商业银行了，所以它都是照你交易的这个现金流量在决定要不要放款，所以导致银行让投资人很多需要钱的贷不到，因为我们银行里面的银行从业人员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中小企业的前景啊，所以这一点要拜托顾主委，还有拜托我们苏部长要加油要努力。是跟委员报告，因为院长已经特别指示交代，所以我跟苏部长两边，那一边他是负责公股行库，我们这边是放，负责这个有关金融业对中小企业放款的一个奖励。那院长也特别提示，就是说不能够用金额来看，因为金额大家都是看大户，那不看这个几百两三百万这个小户，所以我们现在要将这个奖励的标准呢，不但要以金额，也要以这个贷款的户数的成长
作为一个评比的标准。那我们已经凝聚了，那我们会跟院长尽快报告这样子。好，加油。那署长，跟委员报告，公股行库的部分，我们公股行库其中这个台湾中小企业银是中小企业的专业银行。那我们在上个月已经召开公股行库的会议，特别要加强对中小企业放款的这个部分。那特别提到这个融资额度跟量的问题，这个是加速的问题。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公股行库的这个考核里面，也会把这个融资的加速啊来增加作为考核的指标。那另外一点特别强调的是，我也特别要求这个台湾中小企业的黄董事长啊，未来对资本额比较小的这个中小企业，应该去加强融资、加强辅导。那这一部分未来我们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就会推出这个相关的这个做法。好，再请教院长，因为我也是新北市地方选出的立委，所以我要为新北市的有几项我认为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请命。第一个就是非常感谢您上任之后很认真在解决地方民众的需要，包括我们新北我新庄选区很重要的五股交流道。五股交流道大家都知道，因为它在平面上面跟枫江路交叉，所以上下变成有的时候在平日非常的拥塞。那现在从台65快速道路要直接拉线，可以上下这个中山高速公路，不用下到平面跟枫江路交叉，这是非常好的。它原来的计划居然长达7年，那在院长上任之后，我来拜托吴哲正政委来协调之后，现在答应可以缩短到5年，但是本席认为5年还嫌太长了，因为这个能够早一日解决，是不是请院长要督促交通部跟公共工程委员会再想办法缩短期程，包括都市计划的期间，包括土地征收的期间，再把它缩短，能够让我们新庄以及五股地区的这个民众要上下这个一高的话，可以有方便啊，不用免于塞车之苦啊。谢谢吴委员一直对于地方的交通建设非常关心，而且吴委员特别熟悉地方的需要及努力争取。上次也是吴委员特别和苏巧慧委员、林淑伟还请吴哲成政委到现场，这个确实非常有必要。那既然必要，就越早解决越好。所以当时评估是要7年，我觉得这7年中间有一些可以并行作业。另外也要督请新北市政府对于土地变更用地取得等都应该加快进行。那也请吴政委及交通部，我希望能把期程，除了工程一定需要的期程没有办法，此外作业期程尽量加快，而且并行，这样子早一天解决，民众早一天幸福。我们会就这个案立刻我请秘书长交代吴哲成政委及交通部立刻来进行并行作业，缩短期程，以应地方的需要及吴委员的关心。另外新北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台北商港，它是位在巴黎，就是在北海岸的巴黎，但是现在就是靠一条快速道路，这个通过观音坑，从老千坑出来再连接。那从林口这边下去的车是走台105线道，那个路有弯曲，而且路幅只有2线道，其实是不够的。原来从民国87年就有一个计划，在从林口现在的都市计划区发展的地区拉一条40米的道路下去到台，从长坑里这里接到这个台北三港这里，这条道路对林口以及对巴黎港的发展非常的重要，尤其台湾将来如果海空联运这样子接近这个桃园机场，然后台北三港，这个整个林口整个区划才能够完整。所以这条这个40米的计划道路，是不是请院长能够，因为要有一点经费了，是不是能请院长能够下定决心来要把它开辟呢？好，很谢谢吴委员讲的这个很有道理，我也很熟悉这个地方，不但交通上有需要，而且对未来台北港发展及整个区域发展非常有必要，提升国家竞争力也非常有必要。而且这个道路不只是交通上需要，连交通安全，因为这样的路幅跟这样的
高低差，确实非常有必要整体改善。既然是有必要，那钱应该怎么样来支持，我们都全力支持。另外在这个我们院长鼓励地方创生嘛，以前在当县长的时候要一乡镇一特色，我觉得我们那个双溪新北市的双溪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地方，环境也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个交通的路途稍微久一点，有一条道路就是从牡丹里以前牡丹村，然后直接通瑞芳的猴洞，这个地方叫以前有计划叫做这个双瑞，从双溪到瑞芳的这一条隧道，这条隧道地方也在反映说希望能够开辟，这一点也请院长能够来多多帮忙。好，另外刚刚前面的同仁质询，我是觉得逻辑责怪我们的部会首长是没有道理，他自己承认他的这个草案没有提出来，既然草案没有提出来，我们一定是拿民国103年第八届立委的时候所谓的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条例被立法院不愿意通过的这个条例拿那个旧案出来讨论嘛，因为届期不连续的关系，本院届期不连续，所以第九会期根本就第九届根本就没有这个案，那大家一定是拿第八届的案出来检视，说哪哪个地方不合理。事实上，第八届的案就是不合理，所以他才不会通过啊。如果第八届的案对台湾非常方便，觉得真的能够拼经济的话，早在第八届就通过了。尤其台湾是一个自由经济的地方，我们为什么在自由经济的贸易的地方，还要在另外那里弄一个特区呢？照国民党民国他当年执政第八届立委的说法，就是平潭要有一个经济示范特区来跟台湾对接。结果现在平做了这么多久，这也是习近平当年他当福建这省委书记的时候重大政策发展下来的结果。结果现在平潭能看吗？证明经济示范特区不通嘛。然后在逻辑上拿一个还没有自己认为还没有提出来的案，在这边责备这些部会首长，我觉得这样逻辑是有问题的。谢谢委员关心，有关怎么样子来拼经济，其实是不分男女，朝野应该一起努力。那政府从106年十月以来，我们对于怎么样拼经济更能够自由法规松绑，就有427项松绑法规。也谢谢贵院支持，贵吴委员大力支持。另外一方面，对于过去也曾经有所谓的自由经济示范区，在马英九政府的时代，在102年提出，当时国民党的立委在立法院还多数，也是觉得自爱难行，所以也没有通过。而过去执行的经验，以及现在世界的情势发展，是如果只有这个区，那区外的反而显得不公平。第二一点是，现在整个国际局势对于国际组织对于整体租税这一方面要求更行严格，如果有国家在这一方面用租税等等有不相当的竞争，也会被国际组织认为你在这一方面是不是怎么样子的，对于不合作或者是不公平，这又是另外一种阻碍。所以拼经济大家一起来努力，行政院绝对支持。那如果有好的法案尽管提出，相信贵院大家一起来讨论通过，我们都是支持。中央跟地方也应该合作，委员刚才提出来的考虑也非常有道理，我们一起努力让台湾经济更好。院长，您上任之后，其实当时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难题，就是非洲猪瘟的问题，从中国现在已经蔓延到越南以及泰国，那当然不要讲说原来的俄罗斯，都是我们的邻近的国家，非洲猪瘟的传染非常严重。那还好您上任之后坚决的把资源投资在这边，包括这个防疫的这个警用的犬，还包括这些 X 光机，那投注了非常多的心力在这上面，阻挡了非洲猪瘟在境外。我们能够阻挡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当然是尽量努力了，因为周边国家都一一沦陷嘛。谢谢您这样的努力。我现在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里面关系到一个东西，中国大量的包裹跟这个
这个邮包啊大量进出台湾啊，像一年一天十几万个邮包，那这个关务方面的检查能力有限，所以其实都是用抽验的。那包括有一些东西还是看不见的哦，比如说如果木材的产品进口，里面的烟熏没有做好，里面可能有虫卵，那个都有可能引起台湾的这个很重大的这个灾难。那请问这一方面，你如何责成这个我们财政部这方面要加强呢？好，很谢谢委员指教，徽州猪瘟。我们真的尽全力，也非常肯定感谢相关同仁大家一起努力，也国人同胞都已经提高警觉，都有合作，所以目前我们还在防堵，真的非常困难的防堵，一定大家不能松懈。至于木材或者其他，我请部长来报告。是，谢谢委员的关心啊。事实上，在这个快递包裹如果有涉及到木材或是小型家具的部分，因为大型家具是没有办法透过快递进来的，那么如果是小型家具的部分，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快递的这个货物通关一定经过 X 光的检查，那么这个 X 光检查就可以看出它是家具的话，那这一部分我们就会拦截下来啊，请这个环检局或是做一些进一步的机器去清查，是不是有一些虫卵的问题？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应该适时的发布新闻，让消费者了解，买这些东西对台湾真的没有保障，对台湾的厂商也不公平，因为在。